在《延禧攻略》中，李煜饰演的李公公可以说非常的讨喜。近日，李煜的饰演者刘恩尚发微博和大家宣布了一条喜讯，就是自己要结婚了，而且还和准新娘在微博上发了一波狗粮。准新娘甜蜜说自己找到那个珍惜自己的人了，刘恩尚则回说不变的是必须的，因为我们都信任对方。而当网友看到准新娘的真言时，纷纷留言李公公真是好眼光。